喺呢個時間，我希望喺呢度係正式嘅，因為等於你哋考試啊嘛，企喺個正位度。你而家要入嘅係你嘅身，唔係你嘅手。而你嘅身點樣入去嘅時間，變咗你唔好見過。我真係係，所以入去嘅時間企穩之後，平衡你自己，跟住入去嘅時候，豬皮一樣冇咗，你身直嘅手。所以入去嘅時間喺度等，伸住隻手，跟住手 ，OK， 你嘅手係夠位噶嘛？明白？所以你喺個位置裏邊揾到你自己，你揾到咩位啊？我跟入去嘅時候就喺度，嗱，好簡單嘅，你一定揾到一個。我成日都講嘅手嘅長度，先計你自己嘅踏幅。你手嘅長度同肩嘅長度已經揾到喎，你嘅踏幅就要你自己要適對，適應佢嗰個時間要調校好。所以嗰時你好驚嘅話，你打第一個 man 嘅時候喺度，係嘛？你冇入去，你嘅動作係喺呢個位置裏邊，你要將個身入去。所以喺個位置唔係手身啊，而係身延長出去㗎嘛，不係點啊？唔係你手身直嘅，你要攞到平衡嘅個身平衡入咗去先。OK， 係。盡量揾到啲位，一個位。